说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无所谓。这个园区好多好吃的呀。众所周知，我家住在朝阳区的最东边，我有很多健身的通州小伙伴。然后今天我们刚刚练完，有个小伙伴说，我们去约个饭吧，说吃日料。我说好呀。然后我还没在通州吃过日料嘛，所以今天我们试试通州的日料水准怎么样。这个园区好漂亮啊，所以大家不要觉得通州很落后，现在通州已经建设得越来越好了。哎，吃这家叫三金还叫深金呢？主角不能死，这个环境我爱了。给大家拍拍环境啊，这是在二层，有散座，有包间。这有个大房间，感觉不错哎。装修让人感觉像是人均1000块以上的日料，翻看菜单，我心里踏实了，很平易近人。哇，你们东西很多，你们哪里找的师傅呢？我们是这个师傅，他是一个广东师傅，他之前在上海做了15年的行政主厨，是在一家上市公司的寿司店。我一看那菜单什么。好多品类都有，我就很激动，我就问，而且还有很多平时别的店没有。对，我就问那个先生厨师什么来头。就跟那一张。好了，又激动了，又点多了。这样胸肌中凤腾，上下中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你还栽疼了？哎呦，我刚才使劲有点抽筋了，胸肌。哎呦。真的，我这个前两天刚练完胸肌。你确实确定吗？我觉得中段疼得很，两边还好。给大家表演一下吧。也可以，单位也会跳胸。当然了。先吃一些开胃下酒的小菜。小菜可以。小菜挺好吃的。猪软骨、哇，好，他想配碗面，因为现在好多猪软骨面。汤味够浓，可以啊，好吃啊，挺好的。名古屋鸡翅上来一看是明太子鸡翅饺，我跟店里反映了，说名古屋鸡翅不是这样子的，当做鸡翅饺还是挺好吃的，馅料很多，明太子的鲜味，这个菜配酒一流。这个叫明太子鸡翅，里面要有明太子。鱼好吃，它外面烤得很焦，但肉又很嫩。对，里头特别嫩。这鱼很好。没事。罪恶的美食。你不喜欢那个萝卜。这是对我们健身最大的小圆只吃萝卜最大的奖励。哇，它这个鸡排，然后有芝士、蛋黄酱，哇，果然，哇，还挺好吃的。这样的热量，有谁不爱呢？分你一半。逐渐高潮了，他们家的寿喜烧在网上排名北京前3名，我们把3种肉都点了一遍，看这个澳洲和牛上脑，雪花多漂亮啊，差不多有我这么肥。我们从最瘦的安格斯肥牛开始吃，他们家的寿喜烧据说在8分钟、13分钟跟18分钟会呈现不同的味道，从酸甜到鲜甜到咸鲜，有这么神奇吗？最大的感受是它没有传统寿喜烧那么重口味，我觉得可能符合你们年轻人健康的追求吧。好，我们先试试最瘦的肉，看起来也不错，这肉不散。
请空口吃一遍。嗯嗯，这是它寿喜烧的味道，不是特别浓，淡淡的。这肉虽然很瘦，但是你的叔叔很有牛肉味道。嗯。接下来是中等肥度的澳洲和牛后胸肉。嗯。一会儿豆腐都没了。嗯，明显可见的比刚才那个要肥。确实，汤的味道在变化，并且没有遮盖住肉的香气。嗯。你好，我吃了，你吃了。嗯。嗯，这档上档，牛肉牛味更浓，更香浓。不是性价比来说，中间那档的肉，性价比就已经很好。这是一个很东南亚跟日式结合的手卷，很适合我们健身的人群。手卷不错，这糯米皮，嗯，很弹，很好吃，这米皮很好，嗯。这个很多菜，应该很健康的这种。因为猪肉米皮没有肉，能吃菜。嗯，不错不错，这个可以。米皮的时候口感很好，就特别嫩。最后吃寿喜烧里面的蔬菜和豆腐、嗯。汤清淡的好处就是最后连汤底都能喝掉。那个汤很好喝，那嘴里还有一股蔬菜的甜味，回甜回甜的哈。对，牛肉跟蔬菜的甜味全在里面。嗯。他们的可乐。卖的不贵，6块钱，但是，好吧，我比较喜欢一听拿上来，我自己打开自己倒那种感觉。最后还点了一些菜，味道都不错。串烧冰盘，要忽略这个菊花的摆盘。这条金木雕性价比非常高，爱吃鱼的人一定会去欣赏它。可以啊，这个金木姜，这鱼我觉得还行，鱼不错，鱼很好吃，啊，这风味儿。但是那个鱼的鱼皮我觉得是好吃，但是你们都没吃。嗯、我吃了鱼皮，我吃了，我吃。就咱俩吃。这个鱼比刚才那个鱼好吃。主、嗯、要你觉得这个鱼好吃吗？嗯。没看到鱼也干，还是金木雕，我觉得很明智的点了。各有各的好吃，它是轻微的撒点盐，然后吊起来晾的是吗？抹上盐，腌一天晚上。打扰一下，波子汽水。好，我来给大家表演怎么开波子汽水。因为在我给你开个，在以前18圈的那个瓶盖没发明之前，只能用这个玻璃球来顶住这个。那不要连到身上，那不要连到身上。好，一点都没有漏。他家环境真的很不错，所以给人很高的期待值。嗯，他们推荐的寿喜烧是不错的，肉质都很好。寿喜烧汤底会比平时吃的那些寿喜烧会淡一些，没那么甜，没那么咸。我觉得是对的，很适合我们这种健身人士。嗯，然后刚说健康又想到他那个芝士鸡排，哇，真的太高热量，太好吃了。嗯，烤鱼也很好，对，烤鱼很好。总的来说，在通州能吃到这样的日料，我觉得还是有惊喜的。我是无所谓，一个要减肥的吃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让更多人看到。谢谢大家。